Let's go。说到性能车，大家肯定都不陌生，奔驰的 C63、宝马的 M3 等等。今天小编给大家介绍一款北欧性能车，沃尔沃中的性能车。说到这儿，估计有人会问我，沃尔沃有什么性能车？沃尔沃不是以最安全的车为主的吗？今天小编就给你说说这款北欧 AMG。4.1 破百的沃尔沃性能怪兽，一款敢跟奔驰宝马叫板的性能车。这款车是由沃尔沃公司旗下的北极星打造的，是在 S60 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的高性能版本。它是由一款 2.0T 加电机组构成的动力总成，达到了500匹马力、670牛米这样的超高数据。北极星这个公司是沃尔沃赛车的合作伙伴，在过去的成绩里一直被称作赛车界的传奇。只要是沃尔沃前面打上了北极星的印记，就是一台性能怪兽。不同于传统的 S60， 这台升级版高性能的 S60 的百公里只需要4.1秒，跟宝马公司的 M3 相近，超过了奔驰公司的 C63， 是不是很惊讶？从数据来看，这款高性能 S60 2.0 的排量略逊与宝马 M3 和奔驰 C63 的 3.0 排量，但是 S60 的最大功率达到了367，而宝马 M3 只有317，奔驰 C63 只有350。S60 的峰值扭矩达到了670，宝马 M3 只有550，奔驰 C63 也只有650。仅仅看到这一点点的数据，就能够看出 S60 的性能很不一般。而且这款车是一款主打高性价比的车型，估计价格不会超过宝马 M3 和奔驰 C63 的价格。怎么样？说了这么多，有的人是不是已经蠢蠢欲动了呢？